十公里啊，你有点热哎，都过一个月了，上个月爬五十公里吧，这个月也应该要五十了，跑完五十就收工了，一点风都没有，点热哦，一点风都没有。车子了，哎，刚刚这台车子，我反光都拿下来了，看不到我，可是要开远灯了，对不起啊，嘿，不然我整路都有这种反光的。哦，刚才跑七公里，然后去田水库，然后去我姑姑那边聊天，坐了一个多小时吧，剩下回来三公里，刚好凑个十。好了，今天运动到这边啦 ，OK， 拜拜。